带走，先不要离开，谢谢你们。好，现在呢，就是由我们哈马星在地传统的美食呢，一一的呈现给大家。好。来，请长官们吃。哇，局长这鱼丸哦，对女生来吃又健康又养颜，对对对。好，也希望今天这么多的媒体朋友们可以把呢这么好的活动哦带给全国的观众朋友。媒体朋友们不用客气啊，跟我们一起品尝美食好不好？谢谢你们今天的与会，也谢谢你们呢可以把这个好消息呢帮我们通知全国的观众。啊，你看，就算我们的局长身材这么苗条，面对美食还是会受不了的哈、哦。尤其是哈马星的这些传统美食，魅力实在太大了，对不对？而且呢，都是最具有哈马星特色的。哦，穿着红毯，还有红烧青蛙，比较不敢尝试这个味道的人，其实可以尝试看看，非常非常的特别。啊，我们知道啊，我们高雄市古山区是我们高雄市最早的一个最早发展的一个地区哈、哦。那所以它有非常这个悠久的这个历史哈、哦。那所以我们为了要重现啊当时的风华哈、哦，所以我们特别举办2013年的这个毕县祭，哈马星毕县祭。希望把哈马星的特色借由这一次的这个活动，能够让我们很多的市民朋友哈、啊、来了解我们过去的这个时代的意义。那我们这一次呢，特别的结合了地方的这个文史工作者哈、啊，那我们会有这个采街的活动。那在去年办的时候，采街就非常的精彩。那今年呢，一样哈、哦，我们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协会，还有我们地方的这个商店哈、啊，大家一起。来这个采街，那我们有一个这个看到的这个浮船哈、哦，那我们会有一个浮船的下水的一个仪式。那这个浮船下水的仪式呢，我们会有一个5吨重的这个渔船，那我们也会跟着我们一起来采街。那当然还有很重要的，我们也还有这个各个舞的比赛哈、哦、等等。那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戴天宫跟我们的区公所一起合作哈、哦，那提供这个1000多件的这个衣服让市民来这个戴天宫呢这个拜拜啊，也可以寡归哈，可以把这个衣服带回去。那所以这4天的活动非常的精彩，那也有很多在地的非常特色的小吃，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现场所展示的我们的汕头面啊，我们的鱼丸汤，还有我们的这个神黑米哈，那还有这个鸡蛋酥哈、哦，那都非常具有地方的特色哈、哦、的小吃，所以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能够在这4天来参加我们古山区的这个哈马星毕县祭的活动，然后来参加这个比赛，跟吃我们地方非常的特色的这个美食。其实我们这次活动，我认为最大的意义就是它凝聚社区的共识。那我觉得一个城市要发展，社区的共识是很重要。那这次我们结合戴天宫、哈马星文化协会、打鼓文史在兴会社，而且很多的社区团体一同来跟我们一起采街。那在采街的队伍当中，我觉得有特色就是它是一个历史文化的缩影啦、啊。它有很多复古的东西在这会呈现了、啊，还有很多民俗的记忆，譬如说有踩高跷，有很多民俗的东西，还有一些复古的脚踏车，还有一些和风的艺术者，还有一些穿旗袍的时代的那些小姐们一起跟我们一起采街，当然还有不免俗有一些舞狮之类的。那重要就是说，我觉得它整个采街的队伍当中，我们局长刚刚有介绍过，就是他有一艘旗湖船，这艘船是我们号召我们社区的能力，有40-50人来一起推动这个船。这船有5公吨，那我觉得是它是一个可以讲是一个陆上行舟，好，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采街的一个内容了。那我希望到时候媒体先生小姐一起来，跟我们观赏，谢谢你们。所以那个船也是由社区自己的共自己打一手打造的。它其实是一个业者提供一艘渔船，那供我们采绘，采绘的样子就是像这个样子，对。但是它就是一艘集体的渔船，那我们会，真正的渔船，对，我们是真正的渔船。那5公吨，像公共汽车那么大，
起来就是啊，那我们有架高，有下面有一些轮子，但是轮子还不够，它需要有很多人力共同来推。那我觉得它下水的仪式，因为它哈马逊是一个渔港嘛，哈，那也是用渔业起家，所以渔船的下水仪式在当地他们是认为是一个非常祈福丰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了，哈。那我们也希望说这样子唤起更多人来观赏、来回忆，哈，因为哈马逊就是渔业跟那个铁路造成的一个龙井，哎，谢谢，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是一个高雄哈马逊大天宫啊，我姓周啊，希望大家这个10月16日来这个阮哈马逊，阮有准备一挂迄个兵线剂的制服，要来送大家啊，来宝贝啊，宝贝就送一领兵线剂的体面的衬衫，哦，还希望伊讲大家。啊，阮阿曼先大天公是服侍五福千岁，啊，五福千岁就是这个拜五王，啊，会当表庇，大家拢进来，大家平安大赚钱，吼、哦。啊，阮的庙是历史建筑，阮内底这个石雕、加木雕、加彩绘，拢是较早60年前有名的潘丽水啊，这个蔡延亨的作品。所以希望大家当莅临阮本宫来指导、加参观，啊来拜拜，感谢个。客姑是正月靠客姑，嘿，正月阮正月是。啊，即摆是兵线祭，是为着谈兵配来祝福伊，大家兵线祭成功，阮来提供1000领的衬衫，要来大家宝贝来祈祷。哎，宝贝背带有对啊。三杯就会当摕到滴啊，三杯就有啊，简单嘿。唔免，一只去摕摆摆对落会当播，无限量，什么新闻，你也是来来宾拢会使播。这时间上是上班时间就有啊，对嘿，希望大家一工16啊，阮18个有18，阮是大王爷生日，所以希望，大家希望会当来参与，共享盛举。详细的地址不敢动。阮伫高雄市这个哈马逊，拄啊伫高坡街27号，拄啊伫坐捷运，拄啊西子湾站下车，啊来呀，差不多行路然后3分钟就到。哦，西子湾站，嘿嘿嘿。那开车也蛮方便啦。唔通开车，你坐捷运，公共运输，嘿，3分钟就到位啊。对，希望各位会当来阮哈马逊大天宫，会当来参拜。啊！保庇大家，高雄市全体市民平安，多赚钱。谢谢，感谢，谢谢。